大家好，我是南方向哈哈姐。今天这个视频的主题是减龄连衣裙。前两期的视频呢，我们分别给大家介绍了辣妹款和女神款连衣裙。减龄呢，是我们大部分女生比较在意的部分。我们呢也抵抗不了地心引力，但我们可以适当的调整穿衣打扮，去让自己显得年轻一点。然后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几款连衣裙。首先先来看第一款。白色蕾丝卫衣连衣裙，他们家的特色就是做蕾丝的，下面可以搭配热裤或者是鲨鱼裤。吊减彩色连衣裙，这个色系呢是今夏比较流行的颜色，色彩很明艳，也比较大胆，上身是蛮俏皮的。第三件灰蓝色爱心连衣裙，今年主流颜色里就有灰蓝色，搭配红色爱心，让人眼前一亮。第四件，这件呢我称它是来自未来世界的花纹，底色灰蓝色是今年的流行色，这是件假两件连衣裙，当然你要是喜欢真两件的话是可以改良的。第五款，深蓝底碎花连衣裙，这件裙子的前片衣领呢是改良版海军领，腰部处是半透明的哟。第六件，绿色幸运草连衣裙，绿色嘛本来就给人感觉生机勃勃，然后它的这个绿色的这个深浅度恰到好处的衬托你的肤色。炎炎夏日，防晒也很重要哦，既有颜值又透气的防晒服，小仙女必备，妈妈们的防晒披肩，去沙滩拍照超出片哦，真丝材质透气舒适，更多穿搭分享下期再聊。